没事，回来了，宝宝。哎，你搬来了啊？对，添麻烦了。来，走，来。哎，好好好。这么多东西，哎呀，他这人念旧，什么东西都喜欢收着。我可是老话吧，这老人太收集这么多东西。来，弄过来。哎，顺手，哎，你小心点啊。哎呀。 赶快把沙发那东西拿下来，把我沙发那脏啊！人家是膳食俱存，嚷嚷什么？都听着多不好看、啊。哎，那我先去做饭去了啊！你们搬。哎，添麻烦啊！添麻烦。哎，好了。李浩明，李浩明。 你来帮我摘这菜嘛！忙着呢，你叫什么？看你看，连那箱子不是箱子，行李不是行李，脏了吧唧的，一个大男人哪那么多行李干什么呀？我儿子嫁给他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一会儿就把他收拾好了。那他要把蟑螂带进来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这样吧，我去弄一瓶杀虫剂啊，你忙。 反正我将来不管收拾。怎么样？这些都是你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太夸张了吧！你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？新的？你看还要看不出来，当然是新的了。你看，你买这么多衬衫来干嘛呀？留着，备用。哎，我跟你讲。 我买的时候正好是商场打折特划算，这些咱不能多，你看这件衣服这么厚，你试试这么厚，你猜多少钱？120。我们这儿10年都不下一次雪，你买这些冬装什么时候才有机会穿啊？哎呀，一听就是没有常识。现在气候反常，你不知道啊？6月飞雪，说不定马上就来。6月飞雪不是有冤案的时候才发生的吗？哎哎哎，说点好听就行不行？ 三更半夜的，哎，我觉得一般只有女孩子才有这么多压箱底儿的东西，你这个大男人怎么也有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啊？哎，我听不出来你这是在说我太浪费呢，还是说我太奢侈啊？哎，我觉得你有一点奢侈，也有一点浪费。哎，你爸妈会不会觉得我弄的东西太多了呀？啊？ 没有，我妈这个人有时候有点絮叨，没事儿，要不这样，我们把你的东西都整理一下，看看有一些旧的或者你不喜欢的，我们就不要了，拿去送人或者捐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你打住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些东西我都是经过千百万次的筛选，都是能用的啊！别打这个主意。是吗？行行行，你给我点时间行吗？让我好好想想，好不好？ 乔乔，啊，阿姨，我没事儿。哎呦，你这手怎么这么凉啊？我要不要带你去医院啊？阿姨不用了，我刚从医院回来呢。啊，那卓明怎么没陪你去呢？阿姨，我刚去医院，把孩子给拿了，没敢跟卓明说呢。哎呀，那你。 那你不喜欢孩子？不是的，我喜欢孩子。可是，就我们现在这样的情况，怎么要孩子呀？一桶奶粉都要100多块钱，那些生活开支，那都是多大的一笔数目呀，阿姨。哎呀，孩子，其实日子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有困难大家都可以帮忙嘛。
你们呢就是年轻，你当初啊，你们就不应该瞒着父母结婚。你看你出了这种事情，要父母知道了还能帮你们一下啊。哎，你看看看看，身体都累坏了，瘦得像张纸似的，一吹不都散架子。好了，那我扶你上去吧。嗯，来，你这得好好休息，还得补养，可不能累坏身体。哎，伯母，说你又快，怎么了？快扶巧巧到椅子上，来来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个巧巧啊，一定要注意休息，一会儿你就赶快在床上躺着。好的。他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就是累了。啊，那巧巧，我回去炖点猪脚醋给你送来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去取吧，一会儿。啊，没事儿，不用客气。那个东西酸酸的，我们吃不了。你以为我是给你炖的？臭美的，我是给巧巧炖的啊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我走了，你好好照顾她啊。嗯，咱们休息去吧。啊。今天这猪脚买的挺好的。哎，你不是说炖天鸡汤吗？怎么又做上猪脚醋了呢？哎，多吃姜能够去风寒，多吃醋啊能够促进新陈代谢。这些啊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多吃猪脚醋能够以形补形，借我眼镜使使吧，我这眼睛现在越来越花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可以弄干净点啊。嗯，哎，好多了，去，帮我去拿个盘来。啊，好。拿盆也行啊。嗯。还挺干净的这猪脚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嗯，这女人生了孩子之后吃猪脚醋啊，嗯，还能补身体。哎，我说啊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笑什么笑？你以为是假的？哎，嘿嘿嘿，你有外孙还差不多，我还怀孕，老太婆。我刚才在楼下看见巧巧了。他刚做完手术，把孩子拿掉了，怪可怜的。真没想到，周明这样一个富家子弟，竟然落得如此拮据啊，连个孩子都保不住。所以我就说呀，这些年轻人没有生活经验呐。你说父母反对，你就慢慢做父母的工作嘛，对不对？你总而言之，有一天会有结果。这可倒好，偷偷把婚结了，浪漫也浪漫了。现在呢，连个孩子都不敢要。这算怎么回事儿？划不来啊！你看看他们，现在连孩子也不敢要啊！瞧瞧这身子都累坏了，整个人像一张纸似的，风一吹呀，人就散了架了。我要是他们，我就不那么做。哎，你说，是不是咱们老了，不能理解他们这些当代年轻人呢？不理解，哎，这是婚姻大事哎。怎么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呢？父母不同意，你们都偷偷的就结婚。你说以前那个年代，哎，封建思想啊，什么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不可取。但是我们老一辈有一些规矩，我们年轻人应该还是要遵守的嘛。真是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就在眼前，应验了吧？哼，我跟你说啊。咱们家真美和梅德成，他们俩谈恋爱可以，要是要结婚的话，哎哎，跟你说话呢，嗯，必须要经过咱们俩的同意，听见没有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的女儿听话，你看梅德成也不错。反正我不同意，他们就甭想结婚。好，我支持你。中国内衣家尝尝阿姨炖的猪脚醋。不要不要，阿姨我不爱吃这个东西，太酸了。傻孩子，这猪脚醋不酸，什么酸呢？孩子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你这个婚姻呢，和吃猪脚醋一样，不适合你。阿姨，你怎么说话的口气跟我老爸一样啊？你老爸
不是不希望你结婚，是觉得你还没有经济基础，你必须要先成了事业，然后你再养家。阿姨，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？我跟月月的感情，我们是很深的，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？嗯，左一个不理解，右一个不理解，我们也年轻过，我们也谈过恋爱呀。2011年，那你们以前是以前的年代，现在我们时代不同了吗？不是，哪个年代没有钱也不能结婚，知道吗？阿姨，你怎么这么现实呀？不是阿姨现实，是你根本不了解什么叫现实。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呀，孩子。你说你花几万块钱买张龙床睡在上面，和你没有钱睡在大街上，那感觉能一样？那结婚要谈的是感情，不是钱。我跟你说，感情是可以浪漫的，但是婚姻是非常非常现实的，每一天要面对的柴米油盐，缺一样你都过不舒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行了行了，阿姨，你别说了，本来我还想请你们跟我老爸去说一说的，现在看来你们也是不会同意的。当然不同意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孩子，你把婚姻想得太简单了，这婚姻可不是儿戏，不是你玩沙土啊，这是要出人命的。我跟你说，这楼上卓明两口子那就是个例子。哦，梅德成，你帮我给卓明他们家打个电话，我要跟小小有事说。哎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和新村整治行动，使城乡环境旧貌换新貌，日益健全完善。我是梅德成，巧巧吗？等一会儿啊。您防控系统成为巧巧啊，阿姨给你弄的那个，你吃了吗？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这个大肚婆，你拿掉孩子啊，是非常伤身体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给你炖这猪脚醋是让你补的。女人在这时候特关键，你现在不补好的话，你老了就麻烦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听话。什么？什么？他不舒服，他先睡了。为重点的产业布局，睡觉了。哎，卓明啊，哎，我刚才不是还跟巧巧在讲话吗？将被引啊。没事，明天再说吧。坏了，刚才是卓明。是啊。一个日趋完善，这个事儿是瞒着卓明的，不要让卓明知道他打孩子。是啊，发展的无限，我还得到楼上去解释解释。你看你这人，对，哎，不，您别上去，人已经睡了，您上去，找时间再上去说吧。啊，都是你，你刚才拿给我，你说巧巧，我没说是巧巧啊，那你也没说是卓明啊。我还没来得及说，您就拿过去，然后您就开始说了，这你说清楚了吗？道路都怪你。卫生整治等民生领域，加快家乡发展。对不起啊，关于那个电话的事情。不是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怎么能瞒着我呢？是我不好，主要是怕你难过。算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这样，你赶紧回家吧，早点回去陪陪巧巧，哈。怎么了，德成哥？我刚去了银行，你看这张卡，这张还剩90多块钱，这张还有几分钱，这两张信用卡都被停了。这样吧，明天我给你拿一部分过来，你先用着，就这么定。反正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讲，我能帮多大忙就尽多大努力，好不好？没事，就这么定，走吧。嘿，这有作为，这么晚还不回去干嘛呢？他在这干嘛呢？我想起来跟你一样想结婚，跟家里闹别扭。
他想结婚了。对啊。德维兄弟，听说你要结婚了，恭喜你啊。哎，德成哥，各位，我最近啊刚加入一家婚庆公司，专业为人策划婚礼，价格很实在的。哎，对了，作为你不是要结婚吗？有些事情啊，你还真可以咨询一下他。你真的开婚庆公司呀？当然了，没问题。要不干脆这样，你们俩好好聊，好不好？我要有事，我先走。哎，好好好，德成哥你先忙。好，干脆咱们找地儿坐会儿。经理好，这是您点的牛排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这个帮我收一下。好的。好，谢谢啊。请慢用。哎，怎么只有一份呢？你呢？我最近胃不太舒服，你先吃吧，我喝点水就行了。你吃吧。哦，你这样我不客气了。我最近啊，加盟了一家非常专业、非常有创意的公司。那咱们又这么熟了，我一定给你设计一个最温馨、最浪漫、最有创意的婚礼。这绝对是你这辈子最浪漫的回忆。那好啊，哎，我打个电话给月月，叫她过来一起听听吧，好不好？好，顺便介绍你认识一下。你看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先把这个婚事定下来，然后呢，你再给她个惊喜，这样好不好？这不好吧？月月这女孩子很直接的，她最讨厌我搞这些东西了。女孩子嘛，都是三心二意的，总也定不下来，多麻烦。咱们把这事儿定了，这样最快最省事儿。嗯，那也好，我听你的。那咱们这个婚礼的形式就这么定了。你回去安排一下时间，我好报给公司。这个怎么了？是不是还要征求女方的意见？她倒无所谓，关键是我老爸。不会吧？你怎么办婚礼还要你爸爸管啊？那当然了。结婚是我的事，可出钱是他呀。等，现在就是说你已经要结婚了，但是根本就没有钱。是啊，我没钱，但这婚我一定是要结的。不，没钱你结什么婚啊？结婚要谈的是感情，不是钱。你怎么也变得这么现实啊？哎，不是我现实，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。你没钱就不要找女朋友，不要结婚，不要吃西餐，哎，你自己吃吧。哎，你还没买单呢。不是，我都被封了，我账户没钱啊。啊，不会吧，卓明，你不会也到了这个地步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也没钱。看你，没钱还请人家吃西餐，没由来的又花了100多块钱，这够我吃20天的盒饭了。你不看他要结婚吗？你们老板要是真是会做生意啊，人家是找上门来的，谁会让你们跑出去找什么商机啊？以前的朋友你又不想找，现在你又没什么朋友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说了。周明，你怎么了？乔乔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啊？不是的，好了好了，吃饭的事儿我不怪你了，我知道你是一片苦心。你不是说这个，我知道你把我们的孩子拿掉了。周明，对不起。不怪你。怪我。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。我觉得现在我已经很幸福了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这时候才来啊！我刚要出门的时候，黄晓峰刚好给我打电话。你就不能直接告诉他说我约了你？
还跟他唧唧歪歪扯这么多呢。你怎么这样嘛？他说他父亲病了，我就陪他多聊两句。有什么好聊的呀？啊，你是医生啊，你能治好他爸爸的病啊？算了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对了，你跟你爸说我们结婚的事了吗？说了。他怎么说？没怎么说呀。没怎么说是什么意思？他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他没说，他只是说他很累，不想谈。哎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结婚，我们都没说累，他反而倒说累，这不明摆着就是他不同意了。这也不能这么说。不这么说，那怎么说？总得给个说法呀。既然他没说什么反对的话，那我就当他是同意了。嗯，走。怎么了？脸拉得成这样？告诉你一件特别不靠谱的事儿。有作为要结婚了，请我们两个去做证婚人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多好的事情，我们太有缘分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想想，我们两个人分别做了三次伴娘和伴郎，就差证婚人了，多好啊！你怎么那么高兴啊？这本来就是高兴的事情，怎么了？可是你不觉得这个事儿特别不靠谱吗？哎，你说有作为，他凭什么结婚？他有什么能力结婚啊？要让表叔知道了，非给气死不可。这事儿表叔不知道啊？那当然了，我觉得有作为有点过分了。你说注册结婚这么大个事儿，他不跟他爸说，你说我是不是得给他爸说一声啊？那我觉得你不要说。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说吗？你万一说了，他们两个人吵架了怎么办呀？你说是不是？没准你这是棒打鸳鸯。再说了，没准人家这个有作为啊，要恨你一辈子。是吗？当然了。我觉得你不要说。哎，真的不说了。你千万别说，你听我的，好吧？行了，还有话说吗？嗯，太烦了。哎呀，你别烦了，有什么好烦的呀？明天去了，一切不都解决了吗？回去睡吧。不想回去啊？那在这儿睡。讨厌。哎，我跟你讲故事。不听我。我跟你讲故事。哎，我跟你讲故事。哎，我们真的来结婚啊？那当然，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？你真的爱我吗？你怎么还在问这种问题啊？不爱你能和你到这儿来登记啊？月月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哎呦，表姐，大成哥，这么甜蜜啊！哎，我们两个都等了你们快半个小时了，自己结婚也不知道积极一点。月月，新婚快乐啊！谢谢，新婚快乐。嗯，谢谢。哎，表姐，我可先你一步了啊！你跟大成哥可要加油了啊！走吧，走走走。神圣的时刻到了，祝你俩幸福。谢谢。你好。哎，证件带齐了吗？啊，证件在这儿。哦，好好看看。好，我跟你解释一下我国的婚姻法。嗯，行。嗯，对不起啊。他工作比较忙。好好好，你等一下啊。谁呀？黄晓峰。什么事啊？叫他等一下再打来，我们结婚呢，没空。他给你介绍份工作，2500一个月。真的啊？嗯。啊，快。喂。哎，你看他俩跟俩小孩似的。啊，小孩结什么婚呀？啊，是这样啊。到法定年龄了，哎，那谢谢你了啊。那我过两天吧，过两天找你联络。哎，好好啊，谢谢啊。谢谢。怎么样？他可真够仗义的啊，说要介绍我在地厅当助理。真的？哪家地厅啊？哎，能打搅一下吗？能开始了吗？哎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嘿嘿，嗯嗯，好，跟你解释一下我国的婚姻法。是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多电话呀？对不起啊。喂。哦，是你啊，啊，这样啊。那我跟你说，现在我有点事情要办，等一下我再打给你好不好？啊，再见啊。
不好意思啊。谁呀、啊？黄金娇。可以开始了吗？哎，我们开始吧。等一下，黄金娇打电话给你干嘛？等一下再跟你解释，我们先把事情给办了，你别让人家老等着呀。不行，你今天不说清楚，我就不结婚。你跟黄金娇不已经分手了吗？他干嘛还给你打电话？哎，我说，他已经嫁人了，他儿子得水痘，他不知道怎么办。你是医生啊，你知道水痘怎么治？我不知道。来来来，我们先把事情给办了吧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早就怀疑你们两个偷偷来往，今天终于被我给逮着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胡说八道啊。哎，怎么这样啊？你们还结不结婚了？不结了。哎，月月，月月，你听我说呀，月月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月月，我别生气了，我先对你说对不起还不行吗？你就是这样，你既然偷偷跟黄金娇来往，也不告诉我，你别忘了，我和黄晓峰怎么样，都是因为你是告诉你的。那不一样，你跟黄晓峰有过那回事，我跟黄金娇还没有啊。你还提这事儿？你不是我不提这事了吗？是你先提黄金娇，我才提这事的。尤德维，我恨你，我才不要见到你了。哎，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，你到底还结不结婚呢？不结，不结，不结！我最讨厌这种虚伪的男人了。我虚伪？你怎么不说你野蛮呢？我就是野蛮。哎，月月，月月，尤德维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们在？你别教训我，你也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没错，都是他的错。哎，太莫名其妙了吧，这两个人也。你怎么不讲话啊？我讲什么呀？你说这有作为跟月月，他们两个也太能胡闹了，又不是小孩过家家啊！今儿高兴了，他俩就结婚去了；不高兴了，掉头就跑，什么事儿？所以没想好嘛，想好了就不这样了。早知道我还不如回去睡觉呢。梅德强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害怕结婚吗？不。你呢？我，你不怕我就不怕。你怎么回答那么犹豫啊？那我应该怎么回答啊？我不怕，行吗？老伴儿，这么老掉牙的歌你还在听啊？你根本就不懂得欣赏。我不懂得欣赏，我看你是品味有问题。我有问题？你也品味有问题？好吃的东西。接电话。接电话呀、啊？我不接。什么态度？臭小子。喂，找谁啊？伯父你好，我是月月，我找尤作为。作为啊，月月电话找你的，你就说我不在。月月，他说他不在。尤叔，麻烦你告诉他，我是有要紧的事要跟他说。作为啊，月月说有要紧的事情要跟你讲。你对他说我睡了。
他说他睡了。尤叔，你问他，他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已经向他认错了，够了吧？月月说已经向你认错了，你到底要他怎么样啊？啊！我不听。你，月月，他把门关了，他不听了。你别费你的心了，他今天算是吃了哑巴药了。有事你明天再打电话好吗？哎，我不给你们当传声筒了。好吧，你告诉他，在婚姻登记处的事不是我的错。什么？你们都去登记去了？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既然我已经向他低头了，人家还是这样甜甜蜜蜜的，你们整天这吵吵闹闹，那我们就散了吧。像什么吗？你说你们这些，喂喂喂喂喂，气死我了！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可以串人家电话呢？你这样是没礼貌，你知道吗？我没礼貌，你有礼貌吗？结婚登记这么大的事，你跟我说了吗？你把老爸放眼里吗？你有礼貌吗？我怎么没跟你说呀？我不是问过你吗？你问过我了，我答应你了吗？答应你了吗？你不答应我也要结婚。你跟他在一起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，你结了婚也得离婚。这是我们两个的事，不用你管。你是我儿子，我必须得管你。你还是先管管好你自己吧，你连妈都管不住，还管我呀？你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？表姐，我自己。念你，谁的电话？又一套。说什么了？能说什么好事儿啊？他们父子俩又吵架了，儿子跑了，打电话问在没在咱家。又吵架了？哎呀，这对父子真是一对冤家。哎，你说这尤作伟也太不像话了啊！背着他爸爸拉着女朋友去办结婚。他胆子也太大了，这也太过分了。他根本就没把他爸爸放在眼里。哎呀，这孩子也是太叛逆了。你说他爸爸让他做什么吧，他偏不做；不让他做什么，他偏做，那还不把人气死啊！我要有这儿子，我打断他腿。我本来呢还想劝他几句，现在啊也劝不了了。谁劝呀？你劝还是我劝呀？谁能劝得动他呀？啊，他爸还让我劝他，我也劝过他，他听我的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可没有这个精力管别人的事儿，我一心呀就关心咱们家真美和梅德成。哎呀，你怎么总说这些呢？女儿他们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担心他们干什么？都几点了？你看看表，你看看表，几点了都？深更半夜的不回来啊，梅德成还有脚伤呢，就拉着咱们家的真美满世界跑，疯什么呢？疯？几点了？深更半夜的。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说这么多了。我说丽丽，你不要管这么多，你要是管多了，我怕再出现第二个尤作为。你好明，他给你什么香饽饽吃了？你这么替他说话啊？哼，我可没帮他啊。我是怕你管多了，
管严了，把你那个好女婿给吓跑喽。吓跑了？哼，真金不怕火炼。我跟你说，他要是爱咱家真美，他就得受着。哎呀，你这人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找个好女婿，要像我们家倪浩明那么好。哎呦，我腰疼。好好好，我们睡觉去，走走走走。那你给我捏捏。好，走吧。嗯，好，走真美啊！哎，德成，哎，德叔，你怎么你们看见作为了吗？没看见啊。没有。坐，来吃点什么？服务员，哎，不，你别找了，我都吃好了。这作为每次经常在这吃饭呢，这孩子太让人操心。怎么了？这不跟月月他们俩婚姻的事儿跟我吵起来了，跑出来了。不像你们俩呀，看你们俩多好。哎，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呢？还没想过，着什么急啊？慢慢来呗。你们俩可以说是事业有成啊，而且技术这么好，又不急于结婚，不像我那个儿子，一月就挣500块钱呢，还要想着结婚。表叔，现在的年轻人和你们那会儿人想法都不一样，有什么话你慢慢跟他说呗。就是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吃软不吃硬的人。您得单独抽时间好好跟他聊聊。就是，德成都比你了解他。作为啊，虽然是我生的呀，可是我现在跟他根本就谈不到一起了。现在连他妈的话他都不听。哎，真美啊，你抽空你替我劝劝他。他既然跟月月登了记了，那就是两口子了。两口子就应该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别老吵吵闹闹的。表叔，他俩还没登记呢。就是啊。什么没登记？对啊。他把婚姻当儿戏了是怎么着？你们在这声。哎，表叔。哎，表叔。你看你这表叔，人家结婚也不高兴，不结婚也不高兴，真想不明白。还不是都怪你。非要让我给你去做有作为的证婚人，这下好了，他俩要结不成婚，我罪过还大了呢。怎么了？人家又没怪你。哦，那你还准备去给人家撮合一下呀？那可不是嘛，那表叔生气了，那我就得给他俩撮合成了，不行了。那我觉得没这必要，你真有这时间，还不如多陪陪我呢。你怎么了？我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昨天这脚腕子给崴了一下，我正想去医院去拍个 X 光呢。你明天陪我一块去，行不行？你自己怎么不去啊？我一人去害怕。你看我平时像一战士，但是一这样吧，就心里特脆弱，特希望你陪我。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？我需要成长。你试试，就这儿，你试试。特别疼吗？特别疼。你试试。哎。还没打着呢，你打我手了。行，乖，明天我陪你去啊，快吃饭吧。我吃虾不吃菜。
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呦，你好烦呐！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啊。